好，谢谢主席。啊，请财政部的代表。请边副署长。对，你好。啊，副署长哈，啊，在内政部今天所提供给啊本委员会的报告第六页，哦、啊，提到这个监察院在1990年4月6号函送行政院调查报告。对于行政院及各级政府机关将所管有之公有财产赠与转账拨用或拨归社团法人中国国民党所有或经营是否设有违失，曾请行政院确实彻底清理依法处理建户、啊、有这样的一个、啊、过程、啊、那么接着他在本文里面提到，对此行政院系则由财政部成立党产处理专案小组，处理政党不当取得国家资产归还事宜。好，好，那现在执行的怎么样？好，那个针对刚才内政部提到地方政府的，对，现在执行怎么样？这个财政部成立的党产处理专案小组处理怎么样？好，那个。我久远提到那个党产专案处理小组哈、哦，是原来是在国家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里面奉在1992年12月24号奉游前院长哈、哦，只是在这个国资会下面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嘿、哦，这个是所以按照这个来运作的，那一直到运作到98年4月，98年4月13号奉行政院核定哈、哦、停止运作哈。哦好，核定停止运作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得到的命令是怎么样？就停，没有理由。因为原来是附属在国资会下面的啦。那因为原来国资会就已经停止了，停止运作，所以相对来讲，你财政部在92年接到命令要成立这个小组，在98年4月13号又接到行政的命令停止。对对，那你们在这期间92年到98年这长达6年的时间，你们做了哪些处理？你们成果呈现给谁？啊、哦，跟委员报告，其实在虽然党产专案小组已经停止运作，但实际上在追讨的部分还是没有间断的哈、哦。那到统计到去年底哈、哦，嗯，那个国民党以抛弃所有权方式办理。国有登记之不动产总计有56笔土地哈，嗯，面积1.6225公顷，那另外还有6栋房屋是那个也是抛弃，然后登记为国有的，那楼地板面积是14657.23平方公尺哈，这个是抛弃所有权，其中比较属于大项，就像实践堂、实践大楼，还有台南县白河镇大概27笔土地哈。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那个原来前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拨归国民党之经营的19家戏院的部分哈，那因为在原来的在93年1月8号哈，就是专案小组召开，确定是说优先去处理那个实践大楼及新世界等7家戏院房地这个处理，有一个处理原则，优先来处理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哈。到目前为止是说，那个我们已经针对，因为是原来真，好，因为这个大部分这个账一定是相当的繁复吧，哈。不是，我先我没办法先。你讲不完的啦，你这样细节哈，大的放过了，不敢碰了，那小的哈，嘿，公共的啊，也塞啊，就是你讲那个比较大的标的去进行诉讼了，诉讼，诉讼大的标的去诉讼。那目前诉讼中的。所谓大的标的案有几案？两案，一个台北市的新世界戏院，嗯，另外还有一个在台南市原来中华日报社的那个台南国宾大楼那个部分，嗯，这两个都在诉讼当中。在诉讼当中，对对。啊，其实还有很多了哈、啊。是。像在板桥以前中广的这个信号哈、啊，那个电台发射台那个用地哦，在连战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我当立委我就执行过，但是就被拷走了。哦，那现在市价多少你知道吗？那一块啊，要追溯啊，要追溯。不过这
好，那个时候还威权时代啊，没法碰啊。那现在民主化了，你们这个财政不要去追啊。这个中管公司这个部分哈、啊嗯，那个交通部哈、啊，他已经在办理那个两个案子，一个是板桥区民族断案，另外一个就是花莲市民情断案，他正在诉讼当中了。这个交通部补充报告一下。那你们诉讼那个案子是我上一次当立委的时候是啊所执行的吗？应该是吗？是的是的。我报告那很大笔哦。那个那现在价值多少？现在市价价值多少？板桥民族段的，如果以现在的公告现值的话，大概是19亿左右。十九亿左右，是这一块而已吗？是跟您报告一下。你把事后书面资料给我来对照一下。是是是，好。那因为那个案子现在已经进入三审了哈，那前面的程序中我们是互有输赢的哈，那目前还在诉讼中，被他所谓转让掉了，就在赠与还是转让掉了，是这样。目前我们没有听到这样子。好，那个时候连战那个时候当行政院的时候，好，这个请两位请回座，然后财政部的后续的资料要给我哈。是。那请内政部长。好，这个部长好。今天呢、啊，这个题目啊，所谓啊，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三中的一个交易案哈、啊，好，在媒体、在电视啊，甚至现场的啊，这个 call in 节目啊，这个蔡关其中的哈、啊，这个关系人啊，蔡政委委员哈、啊，也都这个现身说法，然后做了很多指控啊。然后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啊，一个社团法人。好、哦，他的内部财产，啊、哦，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还涉及到枪案，啊、哦，涉及到用色，要色货，用财，要迷，财迷色货，好、哦，这就是蔡委员讲的哦，还被开枪，那开枪的人破案了，哦，这个坐牢了，结果在监狱中死掉了，哦，也不是。不是黑帮，不是私人呢，是政党呢。政党的财产处理，好、哦，到底合法不合法？里面有没有好、哦、弊案？另一回事哦。光已经发生了这些现象、这些事件，就不能足赌啦。哦，就不能足赌啦。就说路见不平，也会拔刀相助哦。那何况他是政党哦，他是人民团体哦，是依法应该受到哦规范的哦。即使能够这个游走法律边缘，逃过法律的责任，他的政治责任，他的社会哈、哦、这个责任，都是牵涉到国家大政，都牵涉到哦整体国家运作。应有的一个秩序跟纪律的基本问题哦，怎么会这样呢？那通通没有交代。好，我刚才讲的那个，你听得进去吗？你以前有没有听过？因为我不太看口音节目，所以我真的没听过。好，你这样可以啊，可以避免的哈。好，我是真的没听过。好，现在就是这样了。明哲保身的人哈，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哦，日子安稳，也不会惹上麻烦，然后现在来了，好、哦，党产的处理打官司打输了，这个党产呢，好、哦、被拿走了，被不等不对价的拿走了，好、哦，中营的土地，好、哦、巴德大楼的这个房地产，好、哦、用所谓的回算机制的条款。好、哦，用所谓的如果卖不出去，可以优先买回的这个条款来定契约，但是这两个对卖方要求的，好、哦、对卖方的权益保障的两个条款，最后在这个买方不履行的情形之下，违约的情形之下，去打官司竟然打输了，而且是这是互相好、哦、串谋。互相串谋，
假契约真掏空，假契约真假引号假契约真掏空，表面都合乎正常商场原理，表面都合乎法律规范，但是最后实质上官司打输了，不履行契约的买方得到不当的利益，但是卖方呢拿他没辙了，这个时候损失的是什么？是社团法人这个人民团体的财产，人民团体的财产不是个人的财产嘛？啊，他的不当处理，他的为师，好、哦、造成的公益的一个损害，好、哦，谁要去追究？内政部能不能去追究？能不能代位去追究？没有，目前没有这样，没有，目前没有这个法律，是没有这个授，没有这个授权，是、哦、但是。今天这个政党是执政的哦，他的主席是国家的总统哦，好、哦，他可以当成没事吗？他不维护党产，他要维护好、哦、全民的利益啊，因为他是社团法人呢，不是吗？我讲的这个道理都通了吧？是。那怎么办？那他不作为，假装没事，好、哦，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啊！我不追讨，不追讨失去的财产，但是人家拿到利益的，是不是我暗中好、哦、变相的助他一把？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太离谱了，好、哦，而且哦，从那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时候，蔡正元委员如果他说的都是实情的话，表示他有对那一个所谓的好、哦、这个低价设算。然后再用这个所谓的啊、哦，这个回算机制哈、哦、来弥补哈、哦。那个时候他就说这个不止这样啊，价值不止这样啊，啊不止这样，大家不相信，所以他用回算机制要来弥补，好、哦、怕以后真的贱售财产成真，贱卖财产成真，有一个回算机制，哎好像很合理啊。其实回算机制呢，可能就是一个障眼法。一个应付的而已，他今天果然的官司打输了。那官司打输呢？这个官司本身有没有问题？这个法院的判决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又说有人去运作官司故意打输？好、哦，民事啊。所以这一连串的问号，好、哦，好像可以争论，其实不用争论，从道德。从政治的这个范畴来讲，好、哦，马英九国民党的党主席，马英九中华民国的总统，都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起责任，他不能丢点点嘛。而且他还公开说要让国民党的党产什么呀？归零，归零，归零。结果今天不是归零，是变零。变零，好、哦，整体的变名零零散散，最后呢，可能真的损失惨重，好、哦，亏到变零，从归零变成变零啊，好、哦，那你看，我们可以这样不处理吗？如果这个国民党处理党产，马英九主席、马英九总统都可以容忍做事这样的事情发生都不追究，而且。也没有下文，好、哦，就这样白白的，好、哦，这三宗的交易就被这个不当得利走了，被当违约诈拿走了，好、哦，我不能用诈，因为他华丽打官司打赢了，就拿走了。那台湾的社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啊、哦，早知道这样，把它捐给国家，你看国民党会得到多大的掌声啊！国民的党主席会得到人民多好的一个哦赞美啊！结果今天不是，今天是给少数人，少数人这样就五鬼搬运的方式就搬走了。这有没有串通？有没有串谋啊？有没有勾结啊？有没有输送啊？大家都很存疑啊！哦，那就这样就这样算了吗？如果这样就算了，国会存在干什么？如果这样是算了，我们哪是民主国家，哪是法治国家？就这样算了吗？
我不晓得这个部长应该回应哪些话来好让人民对你有所期待。我想这个目前只能循司法的程序来处理这件事情了，因为目前政党法还没通过，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这个在法上面有办法，我们内政部目前插不上手了，我现在只能这么说。内政部目前插不上手，因为在人民团体法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那你要代表人民，代表好、哦、你的这个职务啊、哦，向你的党主席，向你的总统来说，哎，你用一点力，谁敢吃国民党的财产啊？谁敢好、哦、冒犯党主席，国民党党主席冒犯中华民国总统的权威啊，的威信啊？这么大胆啊！相对的，国民党党主席相对的中华民国总统，你是不是纵容？甚至人家怀疑你也是，好、哦、这个共犯结果之一啊！人家会怀疑啊、哦，瓜田李下，这个比瓜田李下还严重啊！我有机会碰到总统，我会把徐委员今天的咨询跟他报告。好，一定好，从此跟他报告。我一定会转达。哦，我不是针对马先生、马主席、马总统，我是针对国家的体制，针对整个台湾的这个自由市场应有的一个交易、好、哦、伦理、商场伦理跟秩序。是，我会这个伦理跟秩序，如果连总统之尊、连党主席好、哦、之尊都插不了手，都没辙，那还得了？委员，我们时间。